信任一旦失去啊，再要想重新建立，得需要一些时间。这个不急，慢慢来。只要是你还在他身边，只要你一心为爸爸着想，总有机会的。嗯，好了，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啊，对了，给那个什么什么露西啊带好。 看来这个傅寒君还真是有点棘手啊！大哥，实在不行的话，就像解决傅建成一样，我就把他解决掉。傅建成那还留着个尾巴呢，现在傅寒君要再出事，咱不是引火烧身吗？再说了，我还想留着他对付那沈其南呢。现在这两家的图纸你都已经看过了，确定这个永盛能够中标吗？嗨，就是一个平民区的设计，大同小异。 我已经跟那评委打过招呼了，不管无力伟他们怎么折腾，最终都是白忙活一场。而且最后啊，我让这个傅寒君亲自下手，这一刀要捅在沈其南身上，那才叫痛呢。我听说竞标的时候，上海市副市长也会在场。如果永盛能够在上海市副市长的面前中标，那可真是露脸啊！哎呀，等到这永盛竞标成功啊！ 哎，我说，你这叽里咕噜的，念什么呢？去，明天就招标了，你赶快把这东西收拾好，你别再给弄坏了再。这是做法，我做了法，明天招标会就一定可以中标。<笑>做法？哎呦，你要真那么灵光，你就应该对着那些白鸽票、彩鸽票什么的做个法啊，那样你要真中了大奖。 一辈子衣食无忧，那是偏财。<笑>浦江营造你好，南关头，是我。大哥，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我从吴立伟那里得知，明天的招标会，副市长也会去。虽然他不是评委，但是如果能得到他的认可，可比任何一个评委的话都有利。你看看，要不要提前做些准备？你的意思是？ 我听说副市长以前也做过工程，我先帮你搜集一下他做过的工程资料，你心里有个数。今天晚上7点，他会在一品香设宴招待市政府官员，到时候你过来，我找个机会避开杜岸英和吴立伟，让你见见他。好吧，那今晚我一定到啊。今晚和大哥有约会吧？有美女吧？有啊，要不要一块来啊？好的呀。 出事了！闸北棚户区着火了，烧什么急？闸北棚户区着火，关你什么事？那个，妖风跟彩萍不是搬那儿去了吗？妖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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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对不起大哥，我今天有事情耽搁了，没能去一品相，让你担心了。说什么呢？没事就好。哦，没见着副师长也没关系。给，这是他之前参与过的项目资料，你好好看看，看看他喜欢什么样的设计。虽然时间仓促了些，希望对你明天的竞标有帮助。谢谢大哥。 我现在还有时间，可以重新整理设计图。重画设计图啊！你不要瞎搞了，明天就竞标了，哪来得及重画啊？刚才我拿到了副市长曾经主持过的项目资料。哦，我明白了，副市长的意见非常重要，所以你想根据副市长的喜好，我们来调整一下设计图。 咱们这就开始吧。好，前几天小邱还有了，有幸遇到他。不用想了，这是实力。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啊，各位营造厂的老板，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这次市政府第一贫民工程住宅项目的招标会。这次会议呢是由公务局负责监办组织，下面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贫民区住宅设计项目的设计和施工资质的招标。再快点！很快了，大哥。所以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用碎石代替了钢筋混凝土，达到了控制成本的目的。以上就是永盛的设计，谢谢各位。 这个设计啊，听起来不错。好，下面就由最后一家啊，浦江营造进行竞标说明。 浦江营造来了没有？很遗憾啊，如果浦江营造迟到，那么将取消本次的竞标资格。等一下，浦江营造来了。
这设计图提供。下面由浦江营造进行他们的竞标说明。 大家好，我是浦江营造的丹鸟婶，这是我们营造厂第一次参加公务局的竞标，大家手上拿的就是我们浦江营造的设计图，各位评委可以过目一下。放眼在座这些人，有哪个能比沈庆南的脑瓜子活呀？嘿，早就抓住关键人物的喜好，我们肯定中标。幸亏他聪明，及时找到这个资料。对。 这不对呀，怎么回事呀？怎么了？来，你看看，你看看，怎么了呀？哎呀，这根本不一样。富士商以前的项目全都是力图紧凑，主张提高建筑用地的使用面积。这对呀，和原来那张图纸设计理念完全一致啊！说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吧？这怎么行？我来说明一下。夸张，完全不一样。事实上呢，这份设计图跟我们原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原本的想法是。 计划压缩弄堂的宽度，还有房屋的间距，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使用率，比起一般的设计图，可以多建造2栋平方。可是呢，在昨天，闸北棚故区的一场大火，彻底的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想问问大家，市政府为什么要建造平民住宅区？无非是想取缔脏乱的卧棚区，改善市容。 所以他们希望建造更多的平房，让更多的平民居住进去。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只顾着把他们塞进去，而不顾他们的生活需求，那这平民住宅区算什么？只算是一个钢筋水泥建的空地吗？有道理啊。所以各位评委，你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浦江营造的新的设计图里面，会有自流井、阅览室、大会馆、公众学校、公厕等等。 以满足居民所有的需求。而平民住宅区最怕什么呢？最怕的就是火灾了。像昨天闸北棚故区的火灾，还有前不久浦东草泥塘那场大火，都造成居民死伤无数，损失惨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浦江营造的设计图里面，会严格按照防火的要求设置弄堂的宽度，还有房屋的间距，并在房屋跟房屋之间。 设置防火墙，如果意外发生的话，可以把伤亡减到最低。我想，这才是我们建筑从业人员应该有的核心价值，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建造的房子。说那么多，无非四个字：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 不好意思，我有提问。我很赞成丹尼尔沈先生说的以人为本的提议，但是我有两个问题。其一，你的设计理念、公共功能用房以及设施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会大大提升成本。其二，毗邻地区的地基问题，浦江准备怎么解决？ 我先回答傅小姐第二个问题哈。关于这个地基的问题呢，毗邻土质松软，我们可以向下挖到最深，建一个地下室，做一个地下室的大板基础。这大板基础会比一般的基础更坚固、更好。更坚固。所以这多出来的空间就可以用作夜校、储藏间。 傅小姐说的没错，虽然做这个地下室会花费多一些成本，但是它在基础的这个建筑面积里面，不需要另辟地去做这些公共设施。等到地下室完成之后，这些公共设施已然就完成了。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丹尼尔先生，啊，张老板，你们浦江营造的设计啊，非常的精妙，这次能中标，实至名归啊！谢谢，过奖。是啊是啊，这次真的要恭喜丹尼尔先生了。谢谢谢谢。那我们先走吧。哎，好，慢走，走了。丹尼尔先生，恭喜你，你的设计真的非常精彩。谢谢。所以我说过，你要变得更强。更强之后才有资格当我的对手。胜败乃兵家常事，希望你下一次也可以有这么精彩的表现。我说是孽缘吧。走吧，走。这个沈西南啊，这样还能中标？这要让他做大了，还真是咱们的死敌了。是啊，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咱们手里不还有一把利剑呢吗？利剑？嗯。你是说傅寒君？嗯。这傅寒君连竞标都输了，也不是沈清南的对手啊。这问题的关键啊，不在于他的输赢。关键是他们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傅寒君可以为了沈清南悔婚，听说那小子死了他就一病不起，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两个人的感情深厚。所以说呀，这傅寒君输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让这个沈清南揪心。哦，我明白了，大哥，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还真想起了两个人，说不定真能用一用。两个人，对。那天我在梅丽莎舞场的时候，遇见了傅成龙，当时他的情绪特别不好。爸，我还是输给他了。地下室做阅览室，也许只有他才能想得出来。只有他这样，有过窝棚生活经历的人。才真正知道，贫民区的人需求是什么。从以前开始，我们就会因为观念不合而吵架。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注定了我没办法跟他在一起。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他为敌，我真的觉得好累。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他想要的不仅是永生，还希望我们家破人亡。我再不强大起来，我就真的输了。爸，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保护你了。放心，我不会让他伤害你的。你一定要相信我。副市长特别喜欢你这个设计，他还专门打电话给水木营造同业公所的几个理事，说等这个项目建成之后，他亲自做保，让浦江营造进入公所，到那时候，你们就可以修建洋房和高层公寓了。还真是意外之喜啊！你才让我感到意外呢。原来这个副市长出身贫寒，从小也是生活在窝棚区的滚地笼里面。你们这个设计让他感同身受。南瓜头，嗯，这些信息我都查不到，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副市长要是不喜欢怎么办？其实吧，我也不是七星显招。只是我做了一个无法违背自己内心的唯一决定。无法违背内心的唯一决定。从沈清南到丹尼尔沈，
我几乎忘了这么多年来我最初只想做一个营造师的初心了。这些年我心里面只有报仇，还有追逐名利。但是除了仇恨还有名利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捧去那场大火让我彻底醒过来，我想帮助他们，而不是靠着建造平民住宅区来让自己功成名就。笑什么？你刚才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咱爹。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说，虽然咱们只是小老百姓，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不能做缩头乌龟。你刚才的样子跟他还真像。不知道杜副局长今天找我出来有什么事啊？啊，这咱们两家也认识这么多年了，啊，少前从小跟成龙一起上学，又一起进的永盛，要说这两个孩子感情还真是挺好的。哼，我们家成龙要有你们家杜少爷一半的能力，我做梦都笑醒了。话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成龙这孩子非常聪明，只不过是因为傅老板一直把重心放在韩军身上，确实疏忽了成龙。原来杜副局长是个明白人呢。要不是那个傅韩军挡在我们家成龙面前，他做的肯定更好。虽然我是个局外人啊，但作为老朋友，看到傅老板这么偏心，我还真是有点看不下去。对吧？你也看出我们家老爷偏心了。我跟你说啊，你杜副局长今天把我叫出来，不会就说这些吧？就为了说这些呀？就是因为我看到傅老板这么偏心，看不下去了，所以呢，就想帮你们母子俩做点实事。实事？嗯。什么实事？就是你想做，却被傅汉军阻止，而没做成的事。我把我爸妈都请过来，我要多拿几份请柬，把我外面几个相好的女人全叫来，让他们看一下什么叫发达。算了吧，你别到时候他们再打起来了啊！不会的呀，沈老板，要不要请那个谁来啊？请谁啊？就你那位啊？什么我那位啊？那就傅寒君啊。傅寒君，那你要不要请傅寒君来啊？不用了。哎，我们已经中标了，你还在研究什么图啊？我在想，这次这个平民住宅区要是没有中标的话，还要开发哪一块地才能够拔得头筹？可我们已经中标了，你还想什么？我想开发伊林旁边的民安地块。小姐打算开发伊林旁边的民安地块？嗯，我综合比较了几个地区，发现民安是最适合的。据我所知，民安的业主嫌政府的征用金太少，迟迟不肯把地拿出来。
可是他们如果自己开发高层公寓的话，投入巨大，拿不出前期垫资，没有哪家营造厂敢接手。那您帮我去跟他们谈，说我们永盛愿意全额出资来修高层公寓，不过修好了以后股份分我们一半。全额出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怕股东那边可能通过不了啊。那我们就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我来跟他们说。谭医生，我们千老爷什么时候能康复啊？恐怕要经过一段十分漫长的过程。啊，晓得了。嗯。听说傅太太在联合律师企图篡改傅老板的遗嘱。别担心啊，我没打算对付你，否则也不会单独约你到这儿来谈了。就像我说的，我想帮你做点实事，比如说你想要的医生证明，我可以帮你。再比如说，我可以帮你把你的眼中钉傅寒君从永盛赶出去，让你的儿子傅成龙光明正大的继承永盛。真的？当然是真的。那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事成之后，我要永盛20%的股份。20%股份？哼，你太贪心了。傅太太，据我所知，这傅老板原来的遗嘱里头，他把大部分的股份都给了沈其南，留给你们母子俩只是可怜的那么一点点。如果这遗嘱要更改成功，那么傅老板名下那45%的股份，哪怕你分给我20%，你还有25%，再加上你之前手持的股份，那你将成为永盛最大的股东。比起你现在的状况来，那可是天壤之别呀。好，20%就20%。只要你帮我把这个遗嘱改了，我给。啊，傅太太是聪明人，但是现在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问题？这遗嘱，只有傅老板走了以后才能生效。要是这过程当中傅老板醒了、康复了，那咱们改的遗嘱也就没什么意义了。是啊，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一个办法，你把这药神不知鬼不觉的打到傅老板的输液瓶里，然后永盛就是你们母子的了。傅老板从头到尾就没在乎过你们母子俩，在他眼里，沈其南那个外人都比你们母子要重要的多。已经到这一刻了，傅太太还看不清楚形势吗？
公寓楼啊，在上海已经盛行了多年，但始终啊以租借居多。而公寓业主呢，大部分都是上流华侨、洋行经理，还有电影明星。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华界，有多少人买得起公寓？这买得起公寓楼的，为什么不去租借呢？而要来到一个还没完全开发的地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我们营造厂买地建房、卖房租房是靠什么赚钱的？诚信、质量。没错，诚信和质量的确是营造厂安身立命的本钱，但我认为呢，赚钱还是要靠眼光。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1849年的时候呢，法国商人雷米以47.5万元的价格，购买了租界内的2385亩地，当时的均价呢是133两，后来外商又圈地81.74亩地。均价是55两，大家猜后来怎么样了？就在5年后，这块地最低价为1140两，翻了20倍，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3620两，翻了将近66倍。你们猜是为什么？是因为租界把这块地建设成了跑马中心，自然大涨特涨。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的市政府正在竭力打造一个新的中心，可与租界抗衡的，而刚好民安地段就在这未来的市中心。我们可以预见啊，民安地区的前景是有多么可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出手的话，等到未来有很多的商圈还有公司入驻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再想开发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可是法租界他们也在建造培恩公寓，承包商就是大名鼎鼎的赖安洋行。对方无论从名声、经验还是技术上都胜过我们永盛，总经理的项目跟他们比没有半点优势啊。小芳，哎，大家可以看看我等下给你们的这张图，13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公寓内呢安有美国的奥迪斯电梯，公寓底层有门厅、锅炉房，还有车库，每一户都有独立的保姆间，每一层的外面都有弧形的阳台，采光非常好。卫生间采用的是彩色成套的卫生设施，冷暖设施齐全。我相信这样的公寓放在上海跟任何一个高级公寓比都会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我的目标是想要打造一个可以跟租界的洋房媲美的高级公寓。听起来啊是很不错啊，可是这样的设计一定会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投入，而且又是永盛全额出资，一旦项目出现问题，后果会非常严重啊。是啊，听你说了倒挺天花乱坠的，可上次逸林地块不也出现问题了吗？那如果这次再出现什么意外怎么办呀？我知道大家现在会担心我，所以呢我愿意在所有人面前立下军令状，如果这个项目真的出现问题的话，我引咎辞职。这个项目听起来真的不错，一定大个赚头。听说总经理对于这件事付出很多呀，经常加班，饿了就吃块蛋糕。是啊，现在又立下了军令状，为我们永盛牺牲很大呀。是啊，走走走。小姐，今天的酒会你还去吗？酒会啊，浦江营造的答谢酒会，帖子都送来好几天了。答谢酒会，他们是故意来炫耀的吧？去啊，干嘛不去？